下呢，我会请一个、一个很要好的朋友，我专程从屏东请他下来，我们唱个两首歌。他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歌手。我唱完这首歌呢，然后我们就欢迎他上来。这首歌也是我在读书的时候最喜欢的一首歌。应该跟我这个年纪的朋友应该都有听过这首童安格的《现在以后》。Thank you.
忍住不要哭，因为其实我唱歌啊，我常常会自己感动自己，然后自己就会自己唱自己哭。对，所以我忍住嘛，不然我一哭的话，歌就不用唱了。那现在欢迎我的好朋友邱丽玲，我们的客家一姐，她最近准备要发行她的新专辑，我们来听听她的。她要我不要讲她是客家一姐。大家晚安，我是丽玲。还好，因为我刚很紧张，但是上台看到都是光，非常漂亮，然后就好一点了。他们都是光，对，大家都是光，好，我今天。